600多块。来到这里一定是要看电影。讲到电影哦，讲到电影这个东西哦，你们看了那个李佩玲跟陈可冰的那个新 cover 吗？我会放一个 YouTube 的 link 在下面。但是我去找场地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The security guard 哦， he's behind here. Yeah， 看到他吗？ OK， 他就跟我讲不可以拍摄。然后如果我是旅客的话，你不给我拍摄，这样我来这里怎么？我心里在想，哎，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的话呢？我只是一个普通游客，我想要记录这个美好的环境，难道这样也不可以吗？Where is your reception? Yeah, reception inside. This one. Understand. 这位朋友要讲哦，我们不可以在这边 shooting。就算我们是来旅 ，right here up， OK， 就在这边。他讲我们不能在这边做 shooting， 可是我不是 shoot， 我是来走街，所以我想问他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是这个地方吗？可是我现在进去，哎，刚好我拍摄，我需要用到这个场地的话，我想拿 permission。今天我是来换 power bank 的，为什么今天我一定要讲这个呢？因为哦，上一次我的 power bank 是这样子的，某件事情的时候烧掉，不是 power bank 烧，是因为 power bank 在他隔壁，所以被烧掉。这是 power bank supposed to be like this。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当我在睡觉的时候呢，因为我的耳机刚好没有电了，600多块，所以我就插好我的耳机，然后我就去睡觉。我相信是我的耳机起火，然后刚好 power bank 就在他隔壁，所以当他起火的时候烧到这个 power bank 就着火 boom， 然后整件事情就变成你们看到的影片这样。600多块。第一天我插的时候有插满电，可是过后的第二、第三、第四，接下来的我插了一整天哦，这东西哦都没有满。用这个东西我用了2年多3年，不到100块了，还是可以用。可是这个东西呢，我买了200多块，第一次用就这样子了。不到一个礼拜耶。首先先讲啊，这个东西不是针对任何人，不是针对什么店，我只是针对这个产品。供什么？他讲他这个是香港的牌子 ，but made in China， 哟 you know?。但是今天呢、哦，最重要的不是在讲 power bank 这件事情 ，power bank 一定要换。所以我今天不会用走路，我会用 skateboard。所以今天用不到，我只可以用一粒 power bank。他的厂在哪里啊？啊。哦，是在本地的啦。嗯，本地的。哦 ，OK。所以我是在这两年内都有问题都可以 ，OK。好了，我会 call 你啊。啊，你 call 我了。啊 ，OK。好。所以哦，今天哦，我就少了一粒 power bank， 而且要等到两个礼拜后才可以拿。两个礼拜，为什么不要直接换给我呢？你叫我们这些消费者哪以后哪里可能要买那些比较贵的 power bank， 你讲对不对？最好的方法是你 stand by 多几粒啊，要一有问题，人家用到一有问题，直接换一粒给他就好了。 OK， 基本上我要补充一点点东西，就是哦，为什么我们讲你们直接换给我们呢？因为你直接换给我们哦，就代表你的公司对你自己的产品是非常有信心的，有问题你的公司一定要承担。如果是我，我就直接换一粒给他，然后有问题的那个我直接丢那个 supply 公司。至少第一哦，我留住顾客对我的信任，第二顾客不会再担心你公司卖的产品有什么问题，因为一有问题你的公司 guarantee 换回一个给你。我花200多块的买一个 power bank， 我觉得这样子买值得。我
So, 我现在要介绍你们这个地方。最近你们有看到我穿的那些 hoodies 对不对？有一件在那边买的。OK, 平时我都来这里买帽子的。哎，这是那天射火的那个女人。现在要表演那个压帽子的给你们看。OK, 如果你们要买帽子的话，三位你就来这里，这个是免费 ，you know, free, it's free。对对对。Thank you. Thank you. 可是我现在穿的这一件哦，我现在要跟你们讲什么问题？那天我买了这个衣服，然后不到一个礼拜我穿了，然后看到吗？反正这个衣服买不到一个礼拜就有问题，这件衣服只400多块，只400多块，我花了400多块买了一个这样子的衣服，照理来讲出了问题，我回来换是应该的，对不对？可是那天哦，我的 receipt 就不见了，因为通常有是谁买了一件衣服，那个 receipt 会收住这样久，他就讲哦，如果你没有 receipt 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换给你。可是我还有一个记录。OK, 可是我还有一个记录哦，我用 bank card 来买，基本上在 bank card 里面我是有 bank 的 receipt, 我有 bank 的那个记录，是记录他们的 company, 所以是证明我有买到这个东西的。啊，对不起，我们只接受我们 official receipt。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哎，我买了那衣服，你的衣服有问题哦，只要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到这个东西是在我这边买的，我马上就换，如果是我的话，我就马上换多一件给他。所以啊，我想讲的就是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帽子的话，你们可以去回刚才那间，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帽子是 you know, 他的帽子是好帽子来的。但是如果你们要买 hoodies 的话呢， please 三思。 So please, if you really really think that your product is very good, please, any methods you just change for it. Don't give any excuse that you need the receipt, you need to anyhow. 你有看过我的吗？ You have seen me.而且我有路过面，我常来，我是你的常客。哎 ，Martinez, No sir, Chaffer Bernie, Chot Ton On, Rudder Ye, Chaffer Pastucci, Converser, T R Lever. Okay, by the way, Mason 的 Gigi 的 waffle 非常好吃。我走到一半的时候又遇到警察了。 OK, 警察是这样讲的，不可以在这边玩 skateboard, 可是重点是我进来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 no skateboard or no roller skate something like that, 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不甘心。为了要证明哦，他的墨真的没有写，我们去大门口看一下有没有写，如果有写的话我认错。这里我也没有看到那个 signboard 写 CP12345678, 基本上没有一个地方是有写Green Zone 的 ，Green Zone 的部分哦，它每一个出口的地方嘞，这里也是没有写，没有，基本上啊，这里除了这一个，也没有写 Do not skate, Do not do the roller skate, 这里又是另外一个出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OK, 我看到那个 sign 了，那个 sign 哦，就在这个地方。No skateboard, no roller skate. 这个地方这么大，你把那个这样小的东西藏在一个地方，鬼会看到咩？如果这个东西是很 strictly 的话，你放这样大个，一定看得到吗？对不对？而且要在每一个出口，所以还好他们还是有给我一次机会。600多块。